阿静嫂，你消消气，这个小老刁就是个神经病，把我明天的婚事都给搅了他。放心吧，胡司令，他是他，你是你，你的婚事我照样给你张了。我找他去，是件事先放吧。小老刁，小老刁，小老刁，不让我眼见为实吗？西斯兄呢？西斯，你搜到了没有？我能搜到吗？他们早转移了。我明天要结婚，你这是诚心给我添堵。胡司令，你的婚姻我不会耽误。再说了，现在日本人喜欢你，你怕什么？你跟阿秋嫂过不去，你跟我也过不去。你成事不足，败事有余。你居然还派人用枪顶着我脑袋，打来了！同志们，经过这一段的准备，全面反扫荡的战役今天提前开始了，而常熟周边的反扫荡战役就从我们沙家浜打响。利用胡传魁的婚礼，把忠义救国军和前来参加婚礼的日本鬼子一网打尽。阿庆嫂，你可以去刁家大院了。同志们记住，以阿庆嫂的白手绢为号。好，那我先走了。走吧。下面让郭指导员跟我们介绍一下进入刁家大院的具体作战方案。好，这是刁家大院的平面图，我们看一下。又要走了，这刁家大院将来不一定是谁的呢。啊，你把行李拿到船上，藏在芦苇里，你在船上等我吧。要不咱们现在就走吧。必须等胡传魁的婚礼开始以后，否则的话引起他的怀疑就走不成了。他怀疑又能怎么样呢？烧壶的时候我扣了他，他现在完全可以把我扣住，到那个时候脱身可就麻烦了。那好吧，我去了。刁家大院，注意隐蔽，上！注意隐蔽，上！两位弟兄辛苦了，请抽烟吧。哎，谢阿庆嫂。胡司令交代了，今天是他大喜的日子，一会儿请你们进去喝喜酒。哎，好嘞。怎么没见到刁参谋长啊？刁参谋长跟刘副官坐着船刚从这儿走。好，一会儿请你们啊。哎，好，您走好啊，庆嫂。好。行。
大家请安静了，婚礼就要开始了，请大家站好。梁子怡不见了。来了，快里边请，招待一下。是。刁德一不见了，他跑不了。司令结婚，请来皇军，叫我们家岗倒了霉了。站住，站住！你请你啊，就看看。哦，进去，进去，进去，走。一拜天地。二拜高堂。我不是你的高堂。你要干什么？你要干什么？把刀放下。都放下！你不是我儿子，我杀了你！往哪儿跑？放下武器！我不许杀害你！别逼我！用他们发下去。放了这箭。刁德一，报。阿青嫂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你投靠日本鬼子，死到临头了。叶排长，张松刀，把他带下去。是，好，走。阿青嫂，你留在这儿，我们走。走。
走。陈丽丽，你以为你胜利了？你是日本特务，你说呢？夏四龙，你哥哥的事情，我不是故意的。刁小三，你烧了我们刁家大院，把我害成这个样子，这笔账也该算清了吧？刁小三，好兄弟，今天你放了我啊，以后我们居士居路马是马路，我再也不回来，你看行吗？我这有钱，我都给你啊，你看，洋钱拿去啊，不够我还有，我给你拿，给你拿。是中国共产党党员。圆满地完成了在沙家湾的任务，接下来我们要赶往吴中支援兄弟部队，出发。小子转开炮，走。